他是会跑到前面吗？还是他不会太近？晚上我就5500啊。其实都可以，就是看你们要牵着他，或者是他在前面，不然就牵着走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试试看。然后自己定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2500很便宜的啦。对。那湖啊，房间蛮个大间。哎，够大间诶，真的。要不？对啊。到时候我看到你挂了，我看到你这样。没走啊？到我面前啊！哎，真的、哦，下一个。好，那你们可以从楼梯开始走。好像主要是中间这个上去，10点是两个拱门，是10点之后，你们还留了后面半小时还一小时的钱，不是吗？我们到10点之后，我们最后全部撤完，因为我们表演到9点，我们也是5点要撤。站，那个人知道。下一站啊！我因为我抢杆，我也有。下一站是下面那个亭子，就是左边左手边那个亭子。他知道你都走。好。哦。好，我们大家可以慢慢走。那就都过去了。我在场地上拍照拍来拍去、啊。他不敢跟我讲，就是跟他们说：“你们容许他这样做吗？”我们说啊，是啊。